情也都想抱，越是凶猛我们越是狂妄，我们的主场、yeah! 谁胆敢阻挡、oh! 谁在我们主场撒野、yeah! 谁在我们伤口撒野、yeah! 我们联手杀敌捍卫，生命无怨无悔。 No doubt we got super power。喜爱运动，热爱运动，没有运动就吃不下饭，就睡不着觉，甚至就会活不下去了。运动吃运动狂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展元，我是尚华，欢迎收看《全明星运动会》。这一集的大来宾呢，邀请到的是曹总谢长亨，大家好。我们所在的场地就在新庄田径场，而且经过了前两周呢，我们一连串的体能测验跟团战之后呢，浅姐和小杰已经选出他们心目中的梦幻队伍，红蓝两队已经正式成军啦。是，陶总觉得一个新的团队成立要如何，要注意哪些事情才可以最快速的整合起战力？应该还是沟通吧，然后把最主要的目标讲清楚，然后大家互相了解一下状况。还魂，没错、而且今天呢，曹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，就是要帮我们选出今天的单日 MVP。同时呢，也要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，赶快去下载 Let's Talk， 参加我们全明星运动会官方账号里头的全明星神预测活动，预测看看今天谁会是 MVP， 就有机会抽到大奖哦。是第二季的第一个单日 MVP 是谁的话，非常令人期待。好的，那第二季全明星运动会红蓝两队正式成军之后，接下来就是运动员进场。男女状元，蓝队的林靖伦以及红队的燕柔中代表宣誓。全体运动员立正，我谨代表全体运动员宣誓，为了运动员及团体的荣誉，我们将以真正的运动精神光明磊落，尊重并遵守全明星运动会各项比赛规则，服从裁判之判决，竭尽所能发挥出最佳成绩。运动员宣誓代表燕柔中、林靖伦谨誓。
感觉就出来了，竞争要开始了。对大家来讲是一个重要的仪式，代表你真的进入这个赛季。这一脚踢到右外野，我的脚程速度啊，变卡了，拼脚啊！哎，踢到非常的远，但是专业的一个团队那个化学的变化很重要，我觉得才第一周真的很不错。好，我们马上要进入我们第二场赛事，就是羽球男双。我跟小杰打过羽球，我知道他那个强度到哪里。我相信金允翰马上可以进去。来了，要直球对决了。哇，我有直球对决了，左手。在场边的拉队比在场上还紧张，男生们给了我们一场很精彩的比赛，他们真的是用生命在打羽球。比赛开始，红队这边呢稍微拉过来，检查大概十公分，所以从这边暂时焦灼。真的重点就是享受比赛了，我觉得这个是运动最大的魅力。会第二季的第一场赛事足垒球，那特别请到了今天的大来宾，也是百胜投手曹总谢长亨来担任开球贵宾，而担任打者的则是前中华队国手曹佑宁。哇，好，来开球仪式。哦，曹总总不会开一个紫叉球吧？我们的第一站要开始了哈。Yes。对，那第一站的话，我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始。好，那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棒次。那这两天练习，我觉得大家都还蛮辛苦的，我们就尽可能去展现我们练习的东西，因为赛季很长，所以我们不用先去想输赢或者是想那个结果，那个都不是太重要，而是说看看我们在这一个礼拜的状况。好，我们就继续；不好，我们就再修整。可以，讲好吧？可以的， okay， 好，了解。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大家训练的时候有一点点小状况，所以我们在身体上的这个我们稍微做一点调整。我们把那个靖伦跟 Marsha 的位置稍微调一下。OK， 所以 Marsha 到第四棒，然后靖伦在后面帮我们看着后面。OK， 我们加油一下，来，相信队友，相信队友，相信大家，相信彼此啊，加油哈！没事了，别有用意，入。运动员其实自主是很重要，比如说你自己的规划，他们也要有一点时间去摸索。其实状况都还不错。这一季啊，我觉得身体素质大家都是好，比的就是比头脑跟战术，然后还有默契。接球方面呢，女生因为刚开始都不会接嘛，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一对一的练习啊，他们其实那个接球能力也提升。就刚刚捡不到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都捡。你看你的飞球，所以他蛮努力的。小春哥就是他很会打垒球，所以他教我们，然后靖伦教我们踢球，然后大家很努力练习。然后我很喜欢这种就是一起努力的感觉，感情越来越好了。哇，我是可以接哦。对，好久，好久。漂亮，往后了，不要再接他，你就击这种球就好了。漂亮，漂亮。好球，好。收瑞的团员回来，其实有稍微指导他们一下比赛中会发生什么事情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我们需要了解观念。这一次我们其实第二季大家执行都非常完整。其实我觉得他们第二季的这一次，我觉得身体素质都很好，跑垒观念啊，踢足球的技巧，我觉得都比我们第一届好很多。接了要人了，来。好，一个就跑，被得分就输5000哦。太弱了吧！哇！我觉得他们凝聚力蛮强的哦，比我们一开始好太多了。
因为他们知道要干嘛。我们一开始好像觉得，没关系啦，对，脚步先动，脚步先动。这个情况在场上，我们防守进攻的话，我们居前跟往后退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个手势。对，我在里面给你比一个球，就是有后后前，然后你再发出来，大家。那如果这样又这样就靠近，我是觉得不用那么复杂，不用太复杂，不用太复杂。实战经验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它会让我们比较专注的，跟我们跟我们自己练是完全不一样。他们的那个认真的那种斗志，更让我们觉得说，好像我们在场上也要有这样的精神呐、啊。听说他们是最早到的，提早到，因为我们约九点嘛，他们好像八点四十就全员到齐。希望下次周瑞可以再来帮我们一起练习，我们现在就一家人，我觉得非常的幸福。周瑞过来，来来来，我们人会多。Go! Go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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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管什么状况，还没有全部一局结束之前，都要留意垒包上面的状况，每个人都要很清楚。好，然后我们训练也是有说到，如果投手出现什么状况，或是防守者出现什么状况的时候，小超麻烦你集合大家一下，好不好？这个部分你就比较重要一点，你会把整个我们红队的 team 先锁起来。我想要先准备好，那我们蓝队先慢慢的加油 ，OK， 加油，好，好，要告诉大家，我们这组垒球的比赛呢，总共是三局制，分成上下半局。那一旦你的这个攻方有三人出局的时候，就攻守交换。那么呢，就在三局过后，看是哪一方的分数最高的队伍即为获胜。不过提醒大家，在整场比赛当中呢，两队队伍的领队各有一次就暂停的机会。另外呢，球一定要踢超过1.5米线，否则就算好球哦。是，那在第一季的比赛呢，是有棒球底的阿昌的红队哦。在组垒球呢，两次都获胜。那这边曹佑宁也在红队，也是红队，会不会赢呢？好，这场比赛呢，蓝队排出来的先发打击顺序：第一棒27号才子，第二棒8号赵义兰，第三棒1号小春，第四棒52号潘君伦，第五棒12号严佑廷，第六棒9号李佳维，第七棒56号彭小刀。第八棒55号吕思伟，第九棒18号喜菜，第十棒3号林建伦。而在红队的阵容，第一棒是11号廖允杰，第二棒是2号房思雨，第三棒是10号王家良，第四棒65号的曹佑宁，第五棒是77号的燕柔中，第六棒49号何梦圆，第七棒是31号的席维伦，第八棒是7号范逸臣。第九棒是88号的周雨天，而第十棒则是6号的吴欣婷。才子全垒打，才子全垒打，才子全垒打，才子全垒打。哦，这个清晨小贝接到球传，好狗，很好，其实投手的手背很重要的，非常重要。嗯，而且你接到球还要传准。对，投手常会传不准。对，曹总当投手的时候，哪有再传不准的啦？哇，要练习，要练习。对，还是要有默契啦。因为投手是面对打者最近的守备球员，接球右外野方向补接，补接可行接到。对，然后手臂有变，就可以看出男子的那种力道。不过刚刚燕柔中呢，眼明手快，把这球给接上了。哎，现在蛮危险的嘞，因为才前两棒已经两出局了。哇，所以这个他们真的是有在练习的，特别是红队哦，第一季的学长姐还有特别去照顾他们啊，他们要力挺小杰江宏杰啊，所以有特别去由这个姚元浩又开他的娃娃车，哇，跟红队的人一起去，而且阿昌还跟曹佑宁两个人切磋了一下，真的太可爱了。打进到是第三棒的小川，这个高飞球到达曹佑宁的接杀，一局上半蓝队的进攻是三上三下，没有得到分数。可是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蓝队的部分呢，是以小川他对于棒球的规则是最熟悉，因为平常他也有打业余的棒球比赛，所以其实这一次呢，他也是担任蓝队里头的小教练的一个角色。没有想到在第三棒的时候呢，刚好小川对上了曹佑宁，两方这个最强的两个棒球员的对决。
你只要注意到的是一军的下半，红队的进攻在上半篮球上篮球上下没有得分，红队第一棒廖允杰站上打击区了，而蓝队的先发投手是喜菜。Let's go J， 守备注意，这个会弹。前姐已经有点紧张，要踢了，这个球有办法吗？甩，小姐好。潘君伦这个球呢甩不到一垒啊，而且速度飞快的廖允杰啊出现了内安打。一二垒，注意啊，一二垒，八字加油，安打，安打，八字，安打，好，打九轮到第二棒的房思瑜，第一个好球就是头条，被捕手直接接杀出局。但是房思瑜还是很敬业，赶快跑跑跑，这个捕手吕思伟反应非常的快速啊。有天注意哦，花爷！安打，安打。好，接下来站上来的是王家良。有，这个红队的策略都是不轻易出棒的。对，好球没踢耶。而且红队哦，他们一开始呢就几个比较强的男生呐、啊，都在前几棒。哎，男生也是不踢，还是好球。如果良好球你踢出界外就算三振哦。啊，对啊，风险的，有风险哎。既然前面两个好球都不踢，洗菜控球其实不错。这一脚高飞球右外野界外，真的三振了！天哪！两出局。查威，小乔，注意打高头顶上了。对啊，看到第二个。现在曹佑，注意啊，小乔。哎呀，曹佑你来了，他用手打棒球很厉害，用脚踢的是如何？哎，大家对曹佑宁真的是寄予厚望哦，不知道他们能成功的开出第一球。好球，好球也不踢，很好。曹佑宁在中华队都打第一棒，对，他脚程快，他脚程非常快哦。那所以选球仔细也是他的特点。好球，很慢很慢，这一球很慢，这一脚踢到右外野，现在那一人跑球廖允杰，是的，好，你果然没有让大家失望，加油，对，因为那个球刚刚滚出了这个围栏那边了，碰到了，对，裁判判定是场地规则的二垒安打。不然两出局一垒的跑者廖允杰是有机会奔回本垒得分。那现在轮到的是第五棒的女状元燕柔中，哇，这一个棒次是关键了，因为是两出局了。对，开棒是第六棒的何梦远，要踢吗？这颗球小飞球被接杀，哇，还抱在一起，潘君伦跟吕思伟抱在一起，我把这个飞球接杀之后，使得一局的下半红队留下了二三垒的残垒没有得分，一局打完双方是零比零平手。各位不要太有压力，就是不要觉得有人上垒我就是很紧张，不用，投手你就投，你投得非常的好，真的超好，对，投得超好。那教练现在风速看起来踢这里的球很多，对，所以你们可能要多 cover 一下。我们可以再看一局，不好的话我们就可以换，稍微换可以，相信自己非常好，所有练习都接得到的话我可以去帮你。对啊，对啊，只要退得够，好不好？只要退得够你就接得到。好，对，地上没事，我们从第四棒开始了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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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下，加油一下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来啊，并没有用意。二局的上半啊，蓝队由第四棒啊潘君伦率先站上打击区，棒球啊，足垒球就是这样有趣啊！一局上半，蓝队虽然完全没上垒者，三上三下，那红队呢有两支安打，但是留下二三垒的残垒，还是没得分，还是没得分，所以还又是零比零，重新再来过。这就是棒球啊，足垒球有趣的地方哦。Marshall 呢，其实在选秀的时候呢，表现的也相当杰出，数一数二。想进球，现在的棒球第一棒。他成功上一垒，但是还是比较保守一点。但是马小安呢，也终于为蓝队呢，终于在这个垒包上面站上了一垒呢。我觉得有一点，如果真的要过去，有点风险啊，因为现在还没有出局啊。嗯，那没人出局，稍微保守一点应该还好。右挺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哦，右挺。这一球，结果三垒手范逸臣直接接杀。哇，有机会接的哦。有点可惜哦，要轮到的是第六棒的李佳伟，用牺牲短打了推进垒上的跑者，有没有机会？真的，要非常好，传一垒，非常好，成功的推进，太棒了，成功的战术，可以可以，小刀加油哦，把他们送回来。
刀哥，刀哥，对，小刀哥哦，他是全场年纪最大的，43岁，就他是最不怕冷的，其他人真巧，我被翻译成奸杀，结果他被42岁的翻译成奸杀，两个哥哥的对决，走最近嘞吧。因为 Marsha 已经做了一个起跑动作，他随时都要奔回本垒。好，现在上场是国国的思维，有，很好，球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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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球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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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压力在打这个，加油，真的，谁球？夜晚被三振，二局上半台北非常可惜，留下了23垒的残垒，没有得分，双方还是0-0。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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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守住我们，守住这个 team， 守下来哈，守下来。等一下，下一棒是男生，梦圆嘛，然后你就尽量跟出就好，因为你提的能力很好，你要往外面踢什么都可以，我就没有给你太多设定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加油，好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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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喊一个，够位 ，OK，Go 位。比赛杀进了二局下半，红队的进攻双方是0-0平手。那红队这个半局是从第六棒的何梦远开始打起。哇！这一脚踢得非常的远，但是在外野上接杀出局，花言又退。别是，你们下次太英明了。哇！何梦远这一球其实踢得非常远，非常好，很扎实又远。哇！结果严佑廷 nice player， 好像跟棒球一样，是要打得恰到好处。没错。那主垒球呢？跟大家说一下规则，最多只能够跑3垒啊。他可以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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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你丢你的，丢你的，对手背他们会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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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小的犹豫跟迟疑，所以就让红队都进攻成功。这个是有几手进去太慢。对，暂停暂停。速就好。对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分掉就给他掉，没事。对，没关系没关系。我觉得你们太紧张了。注意一下，女生的话去踩本垒，女生如果是女生棒是，我去接到就回来。对，就回来踩本，然后屈前投完球马上手背屈前，因为他一定要进垒，他一定要推垒，脑袋清楚哈，来加油来。B-L-U-E 等一下，我们满垒的状态怎么样？球一踢出去怎么样？一定要跑起来，冲 ，OK 吗？就冲就对了，不管怎样。不然你要冲过去哦，不要停。对，冲过去。对，你要冲过去，一人出去，我们满垒。加油！那我们大家都在，大家把精力量集中在你们身上，我们可以做得到。OK 吗 ？Go！ Go！好，暂停结束，比赛要继续进行啊。如果以防守方的想法，因为红队啊现在是一出局满垒，又轮到的是第10棒吴欣缇女选手满垒的状况，你觉得防守方要去怎么叮咛？内野守备要吗？没错，对，可能会短打，对不对？哎，内野防守圈真的有缩小了一点哈，有有有，蓝队这边，因为他看起来就是一个软萌妹子的感觉。好，传是坏球呢，这个飞球，哎，我直接落地了，传不到。好远，现实好远，下班了 ，Rico。我回家了。这个他们说，踢了就跑，踢了就跑。奇怪，我回家。你这怎么了？你很棒，一踢就跑。超级感动，超成就感的，因为这我每个朋友都不看好我，我真的要找朋友大家一起看第一集，我有让我们队我得下第一分。廖允杰上一次打击呢是3垒方向的内安打，一出局满垒，很好很好，发球，
坏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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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送，送给洪哥一分。好，一成成功回到本垒。耶！第二棒，黄子。你猜，你投得很好，真的哈。你投你的，专注投你的就好，不用管。朱磊来说，我们就是真的缺乏一些实战的经验。其实当下全队都知道我很紧张，然后我觉得今天最让我最感动的事就是，我投出只要我每一球，我队友都会说：“喜菜你很棒。”如果没有他们，我会觉得我自己做不到。但他们告诉我，所以我觉得对我可以，我应该要就是专注在投球。好，打局人到第二棒的防守圈与一样，蓝队内防守圈也是缩小了。捕手啊，吕思伟脑袋非常的清楚，就他只要踩本垒是风超的状态啊，形成了两出局。外野注意，外野王家良全垒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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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棒是关键了。轮到第三棒的王家良，上一次是被三振了，这一脚在右外野，结果是界内，是界内。三垒安打，清垒了两出局之后，打出了安打，打回了打点，最珍贵的一棒清垒，三垒安打。不要这样！这一局攻下了五分的大局了。非常用力，三三三，一垒手林俊伦脚离开了，可惜了，不然其实 Marshall 跟林俊伦刚刚的这个传球哦，两个人非常的有默契，但他传偏了，对，使得林俊伦必须脚要离开垒包去接球，他要先。先接球再去踩垒包。对，那特别是彦柔中没有放弃，全力往一垒冲，才使得他可以。不动的啦，首先是我们的女状元。哇，那现在轮到的是何梦远了。没有一个人会想要在单一个半局里面出局两次，但要请喝咖啡的哦。因为何梦远就这个半局第一个上来打的，他就先出局了。左外野飞球被接杀，被那个严佑廷还记得吗？很强的被严佑廷接杀。好球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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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脚踢得非常的远，可惜是界外，所以他遭到了三振。何梦远真的包办了二局下半的两个出局数，还要请喝饮料哦。对啊，整个脚程叫我替他好紧张哎。好，所以他二局下半红队一口气灌进了六分，目前6-0领先。我们最后一次对最后一次攻击了哈，我们有六分要追，反正不管怎样就是对，所以你不用想了。踢吧，用力踢吧，来加油加油加油，大家加油，来啊！必要用力，虽然朱磊球好像很简单，但其实它是非常技巧的。可惜一点就是说，几个关键的小球没有把它刺杀死掉，我觉得你整个就是大量失分。那个过程是必须他们得经历的。注意一下，他们现在零分，所以他们这一局很重要。他们男生应该有机会都会起大脚，所以我们都要注意。然后 Alice 跟星提也要注意，他们有可能也会来一个短打。哎，好，对，我们就像刚刚那样的手，像刚刚一样就好。大家三次完整版，三次有牌。Go! Ready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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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! 守住！加油！守住！
哦，比赛进入到三局上半了，也是蓝队最后半局的进攻机会了。目前0-6，六分落后。那这个半局是从第九棒的喜菜开始打起。哇，喜菜已经投了两局的球了，现在呢换他站上了打者的位置。哎，我发现呢，他们红蓝两队很酷哎，其实才开始我们的第二季的第一次团战，两队都已经有各自的队呼出来了。是。这一脚，好球！接到球，好球！很好，杀了喜菜，很好，很好，进轮，哇，进轮，进轮是选秀状元，进轮，进轮，对，加油，更大，哇，接外，接脚，哇，差一点点，很好，很好，差一点，很好，很好。接一个高飞球，再给艾斯接，走，出局了，好球，加油！方圆不管怎样，接了就出局了。他竟然不懂得棒球规则，我真的是很生气，我真的是很生气。很好，很好，好球，加油！结果没有踢，被三振，眼睁睁看球进来，这个动像是。冷冻的披萨被三振，没事啊，对呀，玩好好玩就好，跟练习一样。你想踢短的，那你就要跑快一点啊，哈。踢短的也可以，踢短的跑快一点 ，OK。再一次，加油！再一次。再一次，加油！这是蓝队最后希望了，这样。把握住最后的机会，只要裁判没有喊比赛结束，就是结束了。我的脚程速度啊，变卡了，拼脚啊，哇！小春，没有放弃的。小春，今天很好，很好动啊，不会也很好。小八。站上来的是小八，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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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蓝队三局上半两出局一二垒有跑者，0-6，六分落后。打击轮到的是第三棒的小春，他上一次打击是游击上攻的飞球，就是被曹永宁给接杀。对，打击员呢？这一脚转起来，穿过去了，过杆，一脚开。很好，很好，好棒，好棒，你看很棒，很棒。小春哥就跟我说，你们就豁出去，你就大力踢吧。后来到一垒之后，小八就跟我说，上一垒的话，我绝对把你送回来，所以我才可以踢出好球。哎呦，接下来蓝队轮到的是第四棒的潘君伦，上一次打击就是左野方向的平飞安打，那下一棒还有严佑廷。所以接下来两棒都是男生，对，而且都是他们蓝队的强棒，所以应该会觉得对得起自己国小跟国中的棒球教练了。因为小春的梦想就是要当一个职棒选手。是的，这一下右外野，上下右外野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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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来，西垒，哇！这边是王家良比较可惜啊，球在空中停留时间其实很久，他应该当篮球来接啊，他是打篮球的，他是 HBL 甲组的哦。竟然发生这个失误啊，接球失误啊，啊这边再进一分了，2-6，剩下四分差距，小球在三垒，好球，得到是第五棒的严佑廷，上一次他是造了三垒手范逸臣的手背失误而上垒，今天加油。我觉得严佑廷啊是一个非常有爆发力的选手，然后他总是能够在团队当中呢担任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，其实对他还是挺有信心的。
追一脚，结果被雷手廖宇杰再见接杀，再见接杀，结束了这场比赛。这场比赛呢，红队就是以6-2击败了蓝队，拿下了全新运动会第二季第一场比赛的胜利。第三结束，6-2由红队获胜。我觉得我们防守没有很差呀，还不错。然后感受到红队有一些战术上的分配，那这块我们可能还没有办法做到及时的战术的转换。透过对战，也可以从对手身上学习到很多东西。比完以后，我发现我自己还蛮在意的。我感觉我没有那么在意输赢，但老实说，今天输的时候，我感觉还蛮有感的，因为也会激起我的那个斗志这样。刚才看起来我们好像大势已去，可是后面那一局打得真的很漂亮，而且你们一定要记得，这个有垒包的比赛很多。对 ，OK， 对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。那我们大家也越来越了解彼此。嘉良送大家回来的时候，后面又陆陆续续得到分数，再加上抱到那颗球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没有让小杰失望。我们在第二季帮小杰拿下首胜，这件事情太开心了。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，也是对我们一个正向的激励。对，这些挥洒的汗水都感觉是值得。大家赢球当然开心嘛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把我们心对对，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真诚，来最认真对待比赛。赛季很长，你们就是对努力。好 ，Go Go Go Go！要请大来宾啊，曹总、谢传亨总教练来谈一下，你刚刚看到了竹垒球，你的感想？红队的三四棒，我就觉得第三棒王嘉良，强调三分哦。嘉良先聊一下好不好？你这个竹垒球的比赛过程，你第一次是三振的，就第二次是2-0的时候踢一个轻垒的三垒安打。嗯，对，你谈一下当时在打击区上的心情。我们其实训练的扎实，然后大家其实很团结，对大家就紧张上场做好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最棒。是啊，考总呢？那蓝队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选手？就小春啊，就小春啊。为了得到考总的肯定，哎，小春来聊一下啦。在整个竹垒球，我看你也非常的卖力，教整体他们，特别是在观念上。对啊，其实我们今天也看出来，是真的跑得很好。对，是，对。其实我觉得，因为第一次接触嘛，然后其实大家，我觉得那个团队感都打出来，嗯，就竹垒球项目获胜的是红队。先喝了，笑好。好，对，我刚才喝。我平常有喝激素习惯吗？会喝，我们以前女篮我们很常喝，而且每次运动完喝，它可以就是消除疲劳，不会那么累。好，我现在开始，我决定要每天喝，这样我们增强免疫力比较厉害。早上有一场大战，真大了，对，九叔姐，好的。哎，红队，小心哦，我现在很强哦。好，我们马上要进入我们第二场赛事，就是羽球男双。在这个部分呢，我们来到的是板树体育馆，要来进行比赛啦。是的，其实呢，全明星运动会啊，选手受伤了，都会让观众啊相当的心疼。不过我们非常感谢呢，美国专业运动防护品牌 LP， 它提供了一整套专业的护具给我们的选手，从手到脚都是全方位的保护。也希望呢，选手们呢借此可以享受运动的乐趣。当然哦，其实在运动的时候呢，保护好自己的健康，还有遵守规则都是很重要的。所以要告诉大家哦，待会呢，我们的羽球男双的比赛的部分一样是三战。2胜制，而且是采落地得分制。那么待会呢，我们就看在这个单局当中呢，谁能够先抢下15分即为胜方。但是呢，如果双方都占到了14分，就进入 deuce。看他们运动能力真的都相当不错，应该有蛮多会打这个羽球的。
是没错，这次啊，我们看到啊，像在红队的部分啊，廖云杰小杰，平常呢就是一个羽球好手，所以这一次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他的表现。以及呢，蓝队不用说了，林靖伦这个体育系科班出身啊，所以呢，基本上呢，他是一个万能轮轮，待会呢也可以来看看他的表现如何。是不讲到了羽球，台湾的羽球界真的在近年来啊，令我们运动迷非常的感动。世界球后戴资颖不用讲了，哇，打到世界第一耶，台湾人呢，啊，在1月17号。连续两周在泰国羽球公开赛，我们世界排名第7的男子双打王麒麟跟李阳，这个叫做林阳配，连续两周都拿到了冠军。哇，太厉害了！我觉得大家的运动能力其实都不错，然后其实我一再默默的观察大家的状况，经验很重要，比赛经验有没有从之中去学习到东西，有没有从你不会的项目到会，我觉得这很重要。有一些比较基本东西来练习，所以这个会打跟会教不一样，这个东西全部都他会。那接下来这位专家啊，他儿子现在今天要打冠亚军。这是我第一次跟他们一起练习，那我觉得这些速度还蛮快的。那我也希望可能在测试的时候表现并不是太好的，你不用太担心，赛期很久。结果能够拿到总冠军是比较重要。上次打羽球应该是一两年前分下来的，所以有点怎么打。那比较害怕对面哪一位球员？小杰吧，他说他会打，所以看他的状况。不过因为是双打，所以会有。从来没打过这么认真的羽球。我觉得教练超会教，因为他是跟你讲一些小技巧。我觉得任何球类都是技巧，不是你力气大，是一种巧劲球式。而且我觉得打羽球打好也蛮帅，而且他们都是练一下就很强。我觉得他练一下都真的要小心。他们在第一天练习，我觉得普通。对，然后在第二次练习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哇，整个进步的幅度好大。其实那个强度的确是很强，在训练上的强度。那我们决定让我们两位哇，辣椒要辣，不一定要大。没错。哇，对啊，要辣椒。对。好，佑廷跟姑姑，小刚好。第一点，然后第二点的话，我们就是 Masha 跟我们的状元。好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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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第三点的话，如果我们直播后，我们也就不必第三点了。对，听起来是这样。对，听起来是这样。对，那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话，我们就反正就热身开了，两位就继续再就继续打，没问题。OK， 好，好，来，好，来，可以哈。BL 用意，来，我们第一点嘛，好，对，第一点，第一点，我们可以。来，加油，小宋加油，不要手，不要把手这样子哈，乖，对，好，小宋加油，我用右手打，好，右手。从第一棒。加油好，还没有结束，我们这边还没有结束，就到最后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要专注自己，然后把我们收尾精神拿出来。好，行行。他刚刚又说收尾，收尾，收尾啊，100了 ，Go Go Ready Go。这边再练习一下，记得你的手不要这样，是这样。因为你这样子其实不太符合的，而且其实打你这一块会很爽。小朋友应该知道大球、杀球跟切球，还有小球。没有人跟我讲，因为看点。基本上大球的部分，不管在前面对方放球，要回去大的，从后面抢大的过去，大球在两边，跟左右两边看到说这个球出界，在这个地方啊。让他知道，蛮难的对我来讲，这个都不是手腕的技巧，需要努力，需要努力。
又要需要暖机，就跟丢垒球一样。经过这几次，我有跟小杰聊完之后，对于明天的棒次的安排，我们也是非常有信心。听说蓝队练得蛮勤的，然后在我们分完组之后，靖伦就过来跟我说：“哎，羽球见哦。”那我是蛮期待的，我很期待遇到 Marsha 跟靖伦。你们在干嘛？算，我们要把每一个计算都算到非常精准，在比赛中才可以获胜。今天羽球真的太精彩了，我们从头到尾就知道小姐们会打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对到我们的那个伦敦双人组。现在蓝队带着大家在帮双人组合加油。在羽球男双团体赛三战两胜制的第一场的比赛，蓝队推出来的是严佑廷加上吕思伟的搭档。好，那么在红队第一局，他们推出来的名单是何梦圆还有范逸臣。上周的伤势到现在基本已经恢复了99%了，羽球的这样挥拍其实问题都不大。吴佑廷是第二天配起来的，然后真的蛮默契的，对，因为我们平常就会聊很多跳舞的东西。就觉得我们这样身高不是那种他们高大型的那种，可是我们的默契算不错。一开始我真的是很有信心，一上场不知道真的会紧张，再加上红队真的是一个完全未知的一个战力，该调整的心理状态还是要去调整。红队加油！红队加油！要请鼓鼓，加油！加油！大家这一次呢，在第一局出战的各自两位男将哦，其实呢，平常本来没有太多打野的习惯，就是为了这次我们的比赛来特别练球。哇，这一出手感觉很有样子耶！何梦远一开始就想要放短球，一个短球，可惜是挂网。出声喊声，对，讲话。好，范逸臣呢，主打后排，打得快。严佑廷棒啊！哇，严佑廷出其不意，一个下压球，完全挡都挡不了。讲话，沟通。一个来，沟通。那目前呢，蓝队取得了2-0的领先。哇，好球，吕思伟姑姑。因为羽球朝着人打是一个策略，是他直接打朝他身上打，反应不及，对，球拍也没有办法这样子把他弄，非常好的策略啊！哎呀，范逸臣想要一个下压，结果没有办法，还有取胜哦。蓝队开始势如破竹啊，开局就取得了4-0的领先呢。哇，好强！哇，这个反手拍的失误，很棒，何梦远。不过呢，对于这个派出来，因为三战两胜制哦，刚刚上话也提到了林靖伦，蓝队林靖伦，红队的廖允杰是超强，可是他们都放在第二局耶，对他们没有想说要上次对下次这样，他们强强对决，想要错开耶，对，哇，这个等一下第二局要硬碰硬，对，我觉得这个好对决，是哦，你教练的想法是这样子。通常，比如说我们在打季后赛啊，四战四胜，那也是一样的硬碰硬啊。哦，气势，气势的问题。范逸臣，红队开始慢慢追赶上来了，开始抓到手感了。再来，分数不能被拉开哦。姑姑，何梦远发球，发到。耶！梦远这个发球，姑姑回击。以为是界外，结果没去打呀，太可惜了。对，这次由蓝队得分。哇，蓝队现在6-2领先4分了。哦，你看又放了一个小球，又直接发球得分。哇，对，这个球势如破竹。这个球发得很短。对。哇，你看蓝队好会放小球。好，底线互拉球。手下不留情。陈挂我，飞哥好，没事，可惜啊，加油！
哦，因为已经到了第八分哦，有点不错哦，很有耐心哦，互换场地，睡啊睡啊，对。来喝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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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一样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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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他们会发现，会往后场，继续保持。没关系，我觉得就是先自然的去打这个，对，就打你们的就好。刚刚的节奏很棒。对，但是重点是你们一定要沟通讲话，就这样，就知道这个节奏就好。对，非常好。一对八个，开开开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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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必要用力，不要太在意分数，好。十五分、十四分以前都有机会，有机会就杀球。前排的注意，放小球，回到中间。对，好，加油，可以的。沟通一下，多交流，多沟通，对，好，安静。对对，你们两个很安静。OK， 知道吗？太安静，对吗？不用紧张，不用紧张。就不要紧张，一点。一中，一中，一中。Go！ 加油！先去踩一下，先去踩一下。一球一球来。加油，有耐心哦！耶！哇哇，这个特别好棒哦！原来是因为这么接哦。对，这整个判断哦。哇！蛮漂亮的，范逸臣啊，我这边呢，严又廷接的也非常好。对，大家动起来，动起来。是新手，小动起来。而且今天表现都很不错。然后其实呢，像是谷谷吕思维啊，在这个礼拜他肠胃炎，但是呢，他是去了医院之后还回来练习，今天打的也很相当亮眼。Yes， 打到开框啊！对对 ，OK 的 OK。其实范逸臣是会打，不要放弃，还有有耐心，有耐心。哇，你看红队不放弃哦，那个外面还是一直说还有机会。蓝队现在有八分领先哦，对，是抢十五分的哦。对，所以红队可能要非常不要急，因为刚刚这一球的失误，现在红队四分。如果有点耐心，不要急，手拿起来，太急了想赢啊。很好，哎，很好。哇，其实刚刚那球稳住，稳住。姑姑好像。这不能接力打回去了，不行不行，不像棒球还可以游击手传给二垒手，二垒手再传一垒，他们不行的。哎呦，哎呀，挥空了，可惜，挥棒落空。慢慢来，蓝队12-5，大幅度的领先了，有七分，想要放短球，但没过网。太小了。我觉得今天哦，红不要急，慢慢来，不要急，观念跟想法都不错，对，执行方面呢就缺了那么一些，你失误就变成别人的机会了。哇，14-5，哇哦，局末点浮现啊，九个局末点的机会，有多达九个，还没结束，加油，有耐心，有耐心。今天呢，红队是思想很丰满，但是行动很骨感。好。14-6，哇！现在呢，其实蓝队就是稳住啊，看能不能赶快抢下这第十五分。喊声哦，喊声！打短球！哇，还有短球！短球，这个严又廷完全接不住啊！化解两个对方的局末点。哇，你看现在啊，7-14，何梦远跟范逸臣两个人还是不放弃。哎呀，这一球没有打好，15-7。蓝队拿下男双羽球团体赛的第一局的胜利。哇，谷谷跟严又廷真的太棒了！耶！哇，哇，陈姐的辣椒，陈姐的辣椒。蓝队干大事，干大了！蓝队 ，AI 厉害！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，很好啦。其实压力很大，经验哪有的？会，然后好几球都15，太放开了。对，放开，没事没事，大家都遇到的，是，对。来，你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来，来，来，加油！Go! 加油！加油！要沟通吗？
好，比赛要进入到第二局，蓝队推出来的组合是潘君伦以及林靖伦双轮组合，而红队派出来的阵容是曹佑宁还有廖允杰小姐。实际上羽球我在猜点的时候我输掉了，他们两个的伤势我不希望他们在第一点就去碰到小杰，我早就有耳闻他们说他羽球很厉害，但是他的那个厉害我觉得是有点不同 level。 当下我一看到第一点谷谷跟佑廷上去的时候，我当下就是来了，要直球对决了。这个其实真的很有意思，叠对叠啦，我们就在互相心理战啦，就是想说我们都不想碰到对方主力，还是会小小怕怕的。后来想想不行，我自己也会打，不应该去怕他。小曹允杰，小曹允杰，小曹允杰，进入猫砂加油，进入猫砂加油。好，第二局的比赛开始。哇，球印非常高水准啊，廖允杰，抓紧抓紧，别松，稳稳的，加油，好球 ，yes， 没事没事啊，没事，没事没事，好球，好，现在双方是一比一平手啊。没事啊，别急别急，这个外野小侠长很本垒，结果太低了，加油，挂网，嗯，哇，发球失误，送分，发球在幺二送分，林靖伦，其实他刚刚太小心了，哇，后沙也挂网，其实啊，因为这次蓝队他们是有一个策略的，他们知道呢。红队的廖允杰非常强，所以呢，他们的策略就是我的球不能打高，避免小杰可以杀球。哦，所以呢，就会容易会挂了。加油！我廖允杰果然是专业的，他刚要求换那颗新的球。哦，一般呢，可能就打，因为那个羽毛啊，会分叉。对，专业的球员他刚去跟第二支球队换新的球，就可以看出来是专业的。好，目前红队4-2。两分领先，曹佑宁，这也是压太低了。今天除了小杰之外，另外三个都会有压太低的问题。不是曹总理，虽然那个曹佑宁是我们棒球圈的啦，你会不会觉得他尽量让给那个廖允杰打就好了？如果要赢的话，对，在旁边。对，如果要赢的话，因为我觉得廖允杰一个人感觉是他可以 carry 全场了，对对对，他可以一打二，不行不行，你还是要有参与感。曹佑宁刚刚回这个球也不错，结果潘君伦这个球也是手腕压得太强，嗯，或者是说有可能对方的球太平了，压到压，没错。棒球投手球要尽量压低，让对方回击就比较不好打起来。准备三了，红队现在领先4分。现在蓝队带着大家在帮双轮组合加油。保球。OK 没有关系。爬过网了。爬过网。爬过网了。那没办法。对，他有扶老奶奶过马路哦，人品不错。哎呀，又发球挂网。对。马上送回来。当一方的分数到达8分的时候呢，有官方休息时间1分钟。是，很好，没事没事，很好。我觉得刚刚有一点点像，就是你们很想快速的得分，就不用急。照平常那样啊，走一个。对啊，你们平常很棒。走一个，走一个。来 ，B L U E Go！ 哎！超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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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厉害厉害。帅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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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目前红队8-1，哇，这边呢又是一个扣太下来啊，9-4了。曹总刚刚说啊，因为呢今天在这个羽球的场上呢，廖允杰一枝独秀，所以这对手会蛮有压力的。会哦，对，很想要表现，但会表现不好。嗯，而且真的看得出来啊，廖允杰是不同档次的选手。
好不过这边呢，蓝队也不能够气馁，现在也在追回一分啊，5-9。我觉得廖允杰在球场上怎么这么的轻松写意耶，对不对？他的每一回拍什么的都，哇，对，确信，都非常有自信，在他的掌握当中，对，可以把球回过去。刚刚那个他回球其实是有难度的，对，嗯，10-5，红队领先。哇哇，这个。哇！单手下压，不切，无法救这个球啊！玛莎，你球不能软啊！玛莎，软了拉扎了。哇！曹佑宁，哇，这完全是反应啊！对，哇，打这个穿越球。好呀。哎，这个球结果回球出界，13-5，拉开了。红队的判断也很正确，没有硬要去接。廖允杰这个发球，他其实只是用他20%在发球。对，反手拍没有打到啊，停牌了，14-5。哇，局末点又出现了，9个局末点的机会。哎，我发现真的有运动底子的人，不管练什么运动哦，都很快可以上手。哎，因为像曹佑宁，我只知道棒球很强，羽球也不赖。这个跟第一局刚好反过来，第一局是蓝队14-5听牌，这边变红队14-5听牌。来了，也进了一个。现在新馒头店出品的太甜了，这个球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出社会了。对 ，Masha 掌握了一个好机会哦。先化解了对方一个局末点。哇，你看廖允杰就是到处掉哦，对方要跑来，好，反手拍进场。小球，这个球救起来再杀，球哎，翠色，林志伦刚刚真的是翠色上魔术，哇，能够把曹佑宁跟廖允杰两个人打在地上，对，闹得人仰马翻呐，其实已经够本了，左手杀球。沙德手15-7，跟第一局的比数一模一样。不过这一局获胜的是红队。谢谢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哇，那个现在我们的那个比数是1-1，所以我们还会有一组要上场。那刚才照刚才的那种气势跟形式上去，我觉得还是把我们第二组小曹跟小杰摆上去，打第三点。然后，赢得很开心没错，但是我们比赛还有，还有，我们必须得专注坚持。好的，我们加油！输是输在你们自己哦，是你们自己的失误哦。加油加油！必要有意，哇！输完了，真惨！我真的是第一场赢了，我也想要就是第二场拿下，那个气势全部拉高，所以就变得很急躁。我告诉自己不要紧张，但我的身体一直跟不上我的拍子。我不想要当那个拖泥不平，我不想害到他。我想要看到进门笑的样子。好，两队要拼到决胜的第三局，而阵容呢跟第二局一模模一样样。蓝队依旧是双轮组合，潘君伦加上林敬伦，而红队曹佑宁加上廖允杰。Purple， 曹伦加油！滚轮加油！滚轮加油！滚轮加油！决胜局0-0，比赛开始。第三局的比赛开始，要发长球。Masha 这一发球，对，结果出界了。因为他想要发到后排，不要让廖永杰接球。对，这也是聪明的想法。对，想让曹佑宁多接球。哦，对，哦，所以，对，曹佑宁挥棒落空，第一个好球，好没有。对，多打曹佑宁那一边是个策略。对，没有错。对。但是飞人靠了全场啊，满场飞一分都有廖允杰的身影。因为廖允杰看起来就很轻快啊，跑步也很快啊。曹佑宁发球，发球直接把球得分。
其实刚刚那个球，曹又宁发的很平哦，嗯，对，低空飞掠，哇，你发太高了，对，靖伦，哎呀，林靖伦，把士气啊一振起来，啊，刚刚那球又快又快，不要急，慢慢来，不要急，慢慢来，咬住。好，这个比赛呢也特别请到国际裁判，哎呦，难得一见的镜头啊，对呀，居然让小杰失误了，没有接到。3-3，双方平手。漂亮的一个高压杀球，直击曹又宁正面超远的，无法回拍。是蓝队领先喽，4-3哦。哇，这双轮组合在第三站不一样了。哦，平手了。对，刚刚是出界，嗯，4-4平手。对，特别请到了国际裁判哦。有国际羽球裁判证照的裁判来担任执法的工作哦。哇！哎，漂亮，非常聪明，很聪明。Masha 都是把球发到曹又宁那一侧。对对。潘君伦爱上曹又宁。潘君说，其实小杰应该就像我们刚刚说，他就尽量去接这样子。哇，这个加压真的很有旋转。这边杀球得分5-5，双方平手。很好很好，又拿回来了，又拿回来了。漂亮，林靖伦，林靖伦，漂亮。有平身障碍哦，嗯，对，有被击到了，所以曹又宁其实不能够像一般的发球了，对，发太高，要不然就再高一点，往前吊球，小球，漂亮的回接，曹又宁前面前排，好紧耶，接过 ，yes， 这个球出界。蓝队7-5，两分领先。哇，曹又宁这个拍又挥空，8-5啊！蓝队拉开到3分领先，要互换场地了。论论，好球！小曹那边你们看起来都拍手的足，就他那一个瞬间的那个来会真的太快 ，OK， 他那速度真的太快，有点耐心 ，OK， 一定可以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休息一下，跟林比，对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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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什么压力，对，你要困难准备好，对不对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给你准备，好，再拿，不急哦，慢慢来，一个一个来，加油。这个球飘高起来哦，有点耐心哦。碎呀！再放长球，不错，刚刚曹又宁救的也好。哇，杰厉害耶！跳起来，三球，结果好可惜，超前得分了，精彩，这一组精彩。本来阿曼想说，哎，刚好趁曹又宁那边我们拦一下吧，结果就出界。哇，这举拍的来回，太精彩万分，精彩，太精彩了。虽然有输赢了，但是还蛮精彩的。6-8，红队两分落后。哦，漂亮！后面还是有接到放。哦，他有碰到吧？第一个时间廖颖杰是有碰到球。哦，那个裁判认为是这样。是，所以是蓝队得分。对。哦。哇哇哦！哇，现在蓝队已经领先4分了哦。哎呦哎呦！有耐心，有耐心。蓝队这边林靖伦也会去提醒潘君伦，刚刚那个球是 out 哦。对。要互相讲话，讲话。对。漂亮的到加压，哇！但这个球没破网，没事没事 ，OK 啊！加油！5分差了，蓝队11-6，领先5分。对，有耐心哦。曹又宁，这一球加压下去，曹又宁要证明自己。对对，哇，在棒球场上的王，那赢球也行。7-11 ，Seven Eleven， 7-11。
水。哎呦，出界！哎，蓝队已经越来越靠近赛末点了。发短球。结果六引接战球会做出界。哇！再一分，赛末点就要浮现了。现在已经落后六分了，红队。哇，在往前啊，建立欣喜，结果已经打下去失误了。对对，高涛，哇，哎呦，这球进来了。六个赛末点的机会，随便拿一个。有耐心，有耐心。嗯，专注，专注哦。哇！冲到前面，小我提前，三人不让。啊，你的气势要找回来。先化解对方一个赛末点，9-14，蓝队还有五个赛末点的机会，掉到后排。漂亮。前排放电，双打团体赛，蓝队啊，3局2胜，秩序2-1拿下了胜利。第一代的红队说没事没事，就是有事。但是今天说真的，真的没事，大家都表现得很好。对，不管是场上还是场下，我们都很卖力。来，喊口号 ，Go Ray Go Ray Ray Go！ 打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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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好了。讲对，明白一点就被打趴了。我也无能为力啊，我眼睛看得到球，我就打不回去了。他也算相信我啊，那他也是很放心的交给我去做攻击。接下来进行的是羽球男子双打的颁奖。哇，真的不得不说，刚刚的那场比赛啊，真的是让2300万人震惊了，非常高水准的比赛。高水准怎么那么帅啊？是，真棒。对，那大来宾呢？陶总觉得呢？两队的选手哪一个令你印象很深刻？我觉得红队的那个允杰，廖允杰，允杰是，我觉得他是球王，球王，球王，陶总封以为球王，羽球球王。对，允杰来聊一下刚刚的那个比赛。今天两队我们都很拼的在给大家一个好球，然后也给我们一个机会，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调整。就是羽球双打真的不是一个人打的，它是两个人一起打，所以我们会不会继续训练我们的默契？然后也希望下一次，这次没有上场的队员下次可以上。嗯，好棒。那蓝队呢？曹总觉得蓝队的靖伦啊，哎呦，印象深刻，因为他蛮会杀球的，然后放短球也放得很好。他的节奏打得很好。第三局的时候，其实我蛮多心理状态是告诉自己慢慢来，慢慢来，节奏放慢。其实后面的加油都有听到，或是前姐的指引都有，其实有听进去。是你谈一下你的搭档的双轮组合。双轮击球，谁与争锋？第一局就想要拿下，连续拿下这个胜利，然后想说，哎，好像处理的都没有很好，然后就想。朋友们，我们要来颁奖，来自羽球双打团体赛获胜的是蓝队。自己其实把荷尔蒙一场都没赢过，所以
会想要赢。两队派出来的阵容体重啊，蓝队整整重了23.4公斤。加油！我们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一周的团战啊，双方目前战成的是1-1平手了。现在进入到的是第三项的比赛拔河。没错，在我们的拔河的项目的比赛规则哦，这一次呢，我们也是3战2胜制。不过呢，在这个前两战的时候哦，红蓝两队是各自派出5个人，到第三战呢，才是10人全员上场。我们的拔河练习很重要，是在学习姿势这件事情。我觉得姿势跟概念，不只是在比自己的能力，我觉得更多于是在比学习能力。好，中，稳一点，不要急，慢慢的，对，右左，右左，不，行啊，有才智啊，还有女生。坚持才第一周，可是我觉得他们已经非常快速的进入到一个运动学习的一个心态，那是心态。我记得我们第一季的蓝队体重是比较轻的，这一次我们其实是体重比较重，但是这重都重在女生。我还是强调，就是胜负的关键还是在女生，对，那要用女生的这个重量去补足男生的这个不足。曾经第一季的那个红队之姿一定会在我们蓝队出现的。对，大家拭目以待，真的。好，加油！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项，我们现在虽然1-1哈，但是我觉得最后一项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点。我先讲第一组好了，来 ，Masha， 对 ，Masha， 好 ，Masha 一，轮军轮军轮轮轮轮轮轮轮，然后我们第二个是姑姑，姑姑，姑姑的，姑姑可以哈，姑姑今天也表现得蛮好的，对，过来，才子，来，耶，才，来来，小薇。金轮，好，轮轮轮轮轮轮，两个轮都在同一组。好，那我们第二组的话，我们第一棒在最前面，我们小辣椒，小辣椒，小辣椒，小辣椒。第二个是谁？纪晓春，春哥。第三个，小八，对，小八。第四个，洗菜，菜。最后一个，我，老高，后卫，后卫，后卫。那我们来加油一下吧，来，来。B L U E A 组第一个是孟远，第二个是维伦，第三个是房子，第四位是小范哥，第五位是嘉良，好，这是我们 A 组。然后 B 组的话，第一位是小曹，第二位是小杰，第三位是柔中，第四位是欣提，第五位是雨天。队呢，在第一局的比赛排出来的阵容是潘君伦第一棒，第二棒啊吕思伟，第三棒才子，第四棒李佳维，第五棒是林敬伦，体重总和是314.6公斤。而在红队的部分，那第一棒是何梦圆，第二棒席维伦，第三棒房思雨，第四棒范逸臣，第五棒是王嘉良，加起来的体重有330.5公斤，所以在第一战的时候呢，红队的体重是比蓝队还要重了15.9公斤。哦，体重重的是比较占一点优势，但并不是绝对哦。对，因为其实第一季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当时呢红队的体重是比蓝队多了16公斤，但是我们几次拔河比赛都是 Team Blue 获胜的。是第一季其实拔河每一场都没赢过，所以我希望他们有一个决心，把第一季的红队全部的失败全部把它拔赢回来。So red and go red。集美教练也是我们第一季约的教练。我们要延续这个传统，要把第一季所有前人种树，后人要胜利。对，帮江小姐拿下第二季。一定要，一定要。你们记得怎么拉吗？我们的速度不用管啊。哇，第
第一次实战呢。对，第一次实战。紧张哦！实战就这样哦。对，真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对。突然觉得他们好像有点强。左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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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感觉有一家人的感觉，其实有他们的这个经验的传承，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。红蓝两队拔河比赛，三战两胜制的第一场比赛要开始了。加油，高瑞！衣服拉紧，衣服拉紧啊！衣服拉紧啊！加油，稳住！看裁判，两边的第一棒，这个大家都尽量的往后跑。潘君伦对上何梦远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放轻松。两边，因为这个比赛真的太快就结束了，所以现在两边都好紧张哦。对啊，谁都不想要输在第一拍啊。对，青浦想要延续传统，可是红队想要逆转他们永远赢不了拔河的这个劣势。红队已经把中线哇，三秒决胜负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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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关系。哇，这个支撑不住，全员跌倒，全倒了。红队的展现了体重的威力，势如破竹啊！三秒钟，不过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了，在刚刚这场比赛呢，其实红队本来就有体重上面的优势哦，因为红队呢是重了15.9公斤，以五个人上彩这样的对决哦，重了15.9，等于每个人都重了3点多公斤哎，所以其实蓝队。哎，刚刚真的是比较困难一点。这个锅其实要算我，因为在拔的时候，其实我先倒，我拉后卫的位置其实不应该先倒，训练力量不够，再来就是经验不足，对啊，所以没有什么借口，就是他们赢这样子。那我们队友就是做得很好，就是我们在抢拍那一拍做得非常好，所以大家重心一往后面拉的时候，其实我发现，其实我没有出到什么力。我觉得修正一下哈，刚才情况有点这样，他们那边是不是一直想拉过去，这已经在用力，所以我们这边是挑不过来啊。裁判讲左边一点，右边一点，所以一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在用力的状态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我们这时候才正要用力，啪一个瞬间马上就我们力量已经出去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稍微要 hold 一下。要看裁判，待会一直跟着裁判看，对，因为怕他下来，我们没准备好。对，下。所以不管讲什么，耳朵听就好。没错，没错。我想跟大家说啊，就是刚才大家都很不喜欢那种在赌球场上输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把它用力的下。好，真的帅，很爽，很爽。有帅吗？在旁边看。有帅吗？有帅吗？女生也帅吗？是。第一场赢的时候太兴奋，太兴奋。但当到第二点的时候，我压力来了，我们的体重差很多。第一场比赛啊，我们说秒杀，真的是太快了。对，三秒定江山。来宾呢，还来不及讲话，好不好？参赛。小组还想，哎哎，怎么了？结束了，结束了，还来不及讲评呢。不过在第二场比赛呢，两队派出来的阵容就是体重啊颠倒过来咯。蓝队排出来的第一棒是严佑廷，二棒小春，三棒是赵毅蓝，四棒洗菜，五棒是彭小刀。蓝队呢加总体重是
321.4公斤。那么红队第一棒是小曹曹佑宁，第二棒是小杰廖允杰，第三棒燕荣中，第四棒是吴欣提，最后呢这个飞神呢是周雨天。而红队的加总体重是298公斤，注意到了吗？在第二场比赛当中呢，蓝队整整重了23.4公斤，哎，这个真的差蛮多的耶，曹总。对啊，会不会到第二站变成蓝队秒杀红队？这个真的难讲。对，我们看下去就知道了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红队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少一个。好，拔河三战两胜制的第二场比赛要开始了。在第一场比赛是红队拿下胜利，所以这场比赛蓝队要是无法获胜的话，就没有第三场两队十个人一起上的团体大战喽。往后拉了，往后拉了，往后拉，先给力量，给力量，先躺了，先躺了，先躺了，先躺，躺下去，躺下去，先躺了，躺下去，躺喽，加加加油！直落2-0拿下了胜利，太震撼人心了这个比赛。可是我好想看十人对决哦。红队是先整队跌倒的，对，而且他们清了，后来他们也跌倒，你知道吗？后来蓝队也跌倒了，红队没有放弃，他们马上站起来又往那个地方拉。他们看到他们跌倒，赶快站起来。对对，讲最后一口气，对，才能拉过来。所以是蓝队没有趁着红队跌倒的时候赶快拉过，对，2-5，没有一口气把他拉。对，他其实有拉过来，大概还差了大概50公分。哇塞，蓝队这边也跌倒了啊！这个比赛真的不到最后一秒都无法去预测谁会赢，真的。好，我们开始比赛，红队2-0获胜。所以我们再把拉回来。谢谢谢谢。天哪，真吓傻了！我以为我们已经输了，没有，我赶紧站起来，站起来，不会跳伞的，马上，马上，马上！太戏剧性了，我还在前方。前后就倒了，然后我就差一点点，就是跌下去的那一瞬间，就是看谁先爬起来谁就赢了。但是我们就是慢了一点，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要赢了。加油！好啦，谢谢千姐，对，辛苦了，今天很棒。不会，你未来很多时候都会尝到很多感受。好啊，辛苦了各位，很不错，这一周的表现真的很棒，好，很棒。好 ，BLUB Blue。好，接下来是拔河项目的颁奖。曹总来聊一下这拔河比赛，你看了感想如何？哎，蛮坚持到最后的，很精彩，很精彩哦。这边呢，我想要问一下那个小刀哥，小刀哥，小刀哥，聊一下。拔河最后一棒其实是最重要的。对了，哇，这个过程，他们先跌倒，那你们又跌倒，跟我们聊一下。我觉得就是前几天学吧，然后建伦也教了我蛮多，就是后卫怎么样撑住那个，其实最主要是撑跟稳定的作用。嗯，我觉得刚刚比较可惜是，红队跌倒的时候，我没有撑得趁胜追击。对，我没有撑得够好，然后赶快再把它往后
拉，是，要不然如果那一下如果我有赶快处理好，可能会。对，真的只差大概50公分而已。对啊，50公分拉过来，胜利就在眼前了耶！对，哇，真的，其实谢谢。而且下一次我们一定会赢的。哎呦，红队，红队，对啊，两边都在跌倒的状况。对，你可以讲述一下那个过程，你们怎么做反应？当下跌倒的时候，心情是想说哇，完了。当下跌倒，其实我们以为已经输，因为其实看不太到那个红线在哪里。可是旁边的小杰还有教练就说还没输，哦，还不起来，可以吗？对。所以坚持到最后，哦，哇，真的不错，很棒，谢谢。那我们来颁发拔河项目获胜的是红队。好的，接下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了，因为我们要颁出第二季的第一座 MVP。要请问曹总 ，MVP 入围的有？第一个应该是蓝队的靖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他在羽球这个他们赢的这个项目啊，他表现得非常出色。而且可以从第二局的落败，他没有发挥好，马上转换。其实中间的时间很短，对，可以转换过来。而且我觉得他应该练得蛮多的。都受伤了。OK， 入围了。好，还有其他的入围名单？那当然是这边的红队的那个。廖允杰吗？哎，对，打羽球左手，对，那个球王。那第三个当然是那个曹佑林。补充说明一下，其实呢，廖允杰在那个竹垒球打第一棒哦，两次都有上垒。曹佑林呢是两次打击，两支安打哦。那另外呢，他们两个在羽球啊是搭档演出，没错。另外拔河的部分，其实曹总观察到这个第二场，对他们能够几乎要输了，最后能够赢回来，没错。两个选手的表现，刚刚我们有谈到嘛哈，我们队员自己有谈到，他其实红队是倒下去。第一次是倒下去的，曹佑林他有看到，他倒下去是他没有放弃，他一直拔着，但是他发现蓝队也倒下去了，所以他很迅速又站起来，所以我觉得他坚持到最后，没错，所以他是突然又跳起来，对，因为他看对方倒下去，他有赢的机会，他赶快跳起来啊，是，到最后一刻比赛还没结束，没错，好，现在来宣布得奖的是曹佑林。得奖感言，其实今天曹总挣扎很久，才选中你是这个 MVP， 对你一个感想，多跟我们分享一下。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爸妈。我觉得运动是这样，就是团队的合作很重要。对，那我们团队整个向心力今天都特别好，所以这个 MVP 也是属于大家的。6年没有拿奖，拿到的那个当下其实还是蛮开心的。那很可惜的是羽球的部分没有发挥得到很好，所以我觉得这个 MVP 对我来说有点重，之后我得把一些自己的弱点调整好，拿到那个 MVP 会觉得更踏实一点。好像看到以前的我。然后我们下次吃饭，就是这样觉得好爽哦。那也希望红队可以加油，因为我们今天来呢，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帮小杰赢得冠军。没有让你们丢脸。哎，非常大红包给大家，好久没笑成这样子。这么多瓶啊！碧城带红茶给大家喝，谢谢。我煮红茶给大家喝。他早上5点就开始煮了。对，冰块。想问一下，我们第二季选手今天表现怎么样？很棒，对不对？幸好棒球没有输啊，没有，没有输啊。你们很会这样。学长好，学长好。
学长啊！大家辛苦，大家辛苦，大家辛苦了，谢谢。哇，看到你们穿的衣服啊，很特别。还是我们快换一下衣服。替补，我们练替补。不要把火上手了，再一阵拔河，再玩队友。对啊，全部一起跑吗？灌输的观念就是，准备好的人就是会有那一种抗压性。他可是201分的个人最高分了。稳定发挥，呀，哇！好强哦！两队分数是差不多的，大家都超大压力。现在就是有压力，他就是要顶住。事实就是这样。这一球。找不到点数，华在这一球就进三分球，他现在只花了20秒。老大选择我们，我不能输，我们一定要赢。小人物上篮即可，打板球，挥出去，全部前最快的。不要把视线放在自己身上，压力很大，大家一起扛。球拍过去，救回来，救回来，有没有？女生，女生，哇！他把整个人冲过去，大师，哦，这边顶起来，抛回来，球回来，球再拨吧。队长一定要有一个心目中大家的典范，可能是他的经验，可能是他的能力，可能是他最暖心，一心就想投小春哥。我如果投进轮，我自己选吃苦，嘉良，我选择小杰，那我写自己，我是不希望一直看到我的名字出现。本节目由台塑石油95+冠名赞助播出。